中央啊，甲提供十两黄金啊。银银银，伊若去到的时阵啊，当上是可能若无去凑茶来卖钱，因老母要生活困难，所以这人家嘛是为了对人做几年啊，甲中央啊嘛甲扶持十两黄金，所以这个人嘛是不简单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师父来做成就了咱中国，加一个地来做事吼。所以呢，这个告别讲唔来参礼有做，所以就是到咱东乡寺去参礼有做。桂林安住我别，桂林安住我别就是讲桂林的时阵呢，把因老母安排好势，啊，把迄钱准备好势，老母下当的时阵啊。过了安享晚年，即便死位啊，伊就虽然离开啊吼，不经三十二日，便至五原礼拜祖了吼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伊就马上出去。所以后壁出后壁，看了非常的感动啦吼。所以咱看了，伊人尽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离中央要甲我行，你着奋斗，要行三十二日，要行千外公里。迄真正要到讲个即段，会使讲非常的感动。迄就是讲一心不二心，一心不二法，一无二人物件，到这两样。那何人讲呢？咱要行到两公里、三公里，咱就